第十四首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